go！ 欢迎收看《好的新手猫奴日记》。好啦，开玩笑，我还没有正式要养猫，主要是因为呢，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回台湾，所以他把他的猫寄放在我们家。他来我们家第三天，觉得差不多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的互动。对，虽然前两天就是可能是刚来吧，陌生的环境都不太理我们，我们想要接近他，一直给我们就是第一名回应。基本上我是没有养过猫的，所以有一点就是怎么讲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对，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。所以呢，这支影片呢，如果跟他互动方式不对的话，请大家见谅。但我还是会去查一些资料啦。那这支影片呢，我可能会就是非常邋遢，毕竟我们都是在家里拍的嘛。我也是在家里工作，在工作的时候他怎么样的话，我就会直接拍他。对，反正这是很 free 的影片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但是呢，有一点我觉得很开心的是，他第三天终于便便了。那我是不是真的要开始当铲屎官？所以新手铲屎官。好了，听说他的便便是可以直接冲马桶的，还好我把他的就是猫砂盆放在我们厕所附近，所以大家有想要看这个吗？应该不会很丑吧？好，开始咯。食物给他吃，你看好像咖啡豆，这样子就好了，再一点好了。阿丁，他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待在我的办公椅上，我要去偷拍他吗？好，偷拍一下。早安。嗯。还有去哪里？小丁乖。小丁。乖，喝水。乖，喝水。哼哼，不喝，哎，不行，喝水，哎，喝水了，快点，不要，那下去，下去，
看看看，走走走。去啊！就没有东西，你要去哪里？好奇宝宝啊，又不要，一直叫一直叫，然后又不说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嗨哟嗨哟，不行。你今天要睡这里哦。就要睡这里哦。是吗？我现在跟他感情非常的好，至少已经熟悉这个环境了，对我们两个都不陌生。而且我平常在家里上班，所以他几乎24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。就是他已经完全的把你收服了。阿丁，阿丁过来这里。不要，他说不要。没有，阿丁过来这里。他不要。不需要给小猪。什么意思？他想上镜，他想当网红。你看他腿还这样摆，对啊，你真以为是网红？这你在拍杂志哎、欸？他想当频道吉祥物，他才说你才是他的吉祥物。你看自己在那摆这个姿势，没有味道啊。对啊，猫没有味道啊。那为什么他要吸猫？不懂。生气哦，还是开心？
现在就是呢，阿颠昨天落塞，所以我们把主人给我们的猫砂全部用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调猫砂。第一次买猫砂，对，要注意的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看怎么买什么。想要买这个有香味，但我怕它会不会就是说有香味我就不上。这两个好难哦，不知道。这是我们最后的选择，好重，养猫好辛苦。好苦了。行。